走，我们去下面吧，走吧，应该快了吧。所有男的都他妈在看，很尴尬。弟弟哥，看好了啊、哦！大哥进来了，我大哥进来了，他想看一下你的身材。嗯，你把外套脱一下呗。我不是，你把那个衣服能不能往上面提一提？对啊，你能不能别这么暴露？我平常就穿这样，然后把我叫性感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性感是的。我操，刚那个眼神挺好啊。大哥是谁啊？啊？大哥是谁啊？榜一。嗯。榜一大哥要看，怎么能不给呢？帮我重复一下大哥说的话啊、哦。他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故意的假象啊，一般这样的都是假象。假象，他私底下都问我要微信了。哎。嗯，快了。把衣服往上提一提。洗一提。哦，脏了，好凶啊！哪里凶了？你讲话的声音让我想到了我前女友的感觉，刚刚你知道吗？嗯？你不认识的，跟你说了你又不知道。那你说了我不就知道了。嗯哼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这么讲的啊，就是这样的类型的，就在这里啊。啊？好的。嗯、啊。马上，饮料还没好。我都挨骂了。好的，马上走，谁骂你啊？啊？你那车位空着又没人停。挨骂了，因为。你是外地牌照、嗯、你不然留个电话、嗯、你等一会儿就走下去。外地牌照是什么意思啊？外面牌照的你找也找不到。找也找不到。我就在这个喜茶。三月天嘞。听着，罚我钱啊！谁罚你钱？我是说领导。哪个是你们领导啊？领导走了。我想问一下啊，是不是来这里吃饭就可以停车？四位官吃饭，我知道是不是来这里吃饭就能停？哦、嗯啊，这从四位官要怎么预定啊？打电话预定啊？到这个他楼下临时预定也行。就打电话预定也行。对对对。这可以充钱吗？啊、这可以充钱吗？办卡吗的？我也搞不清，我刚来没多久。一般都白天上班还是晚上上班？就是七点。七点上班？嗯。都是夜班是吧？早上七点到现在。哦。到十点。你们这边一般消费是怎么多少啊？多少都有，你也10块、10块、20块、30块、50块，到我去里面了解一下好不好？我去里面了解一下。
哪里是大清啊？我都不知道哎。哎，你好，问一下这大清在哪呀？你们知道吗？资料馆大清不知道是吗？好嘞，谢谢。大厅请上二楼，我问一下哈。这个地方真的难搞，还需要预定，真难搞。啊？怎么没有前台接待的呢？哎，你好，你们这吃饭是不是要预定的？二楼不用啊。二楼不用的。二楼不用吗？对，随到随坐的。那就包厢要预定是吗？啊，对，包厢预定。嗯、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们这边什么消费啊？一般是？我没有最低消费。没有最低消费啊？对。嗯嗯嗯。自己点什么消费多少的话都是自己点的啊。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谢谢啊。啊、嗯。不用预定，没有最低消费。不冷啊？不冷啊？不冷还吃个饭啊？都下班了，别人都来杯热水是吧？上去来一碗白米饭是吧？我来问一下，我下次来吃饭。我下次来吃饭，下次。妹子还不来呢。看这表亮不亮啊，欢迎万载哥。这咋不带亮的呢？这玩意咋不带亮的呢？这一个做什么？我昨天那个表会亮，这个表不会亮。你要买是吗？系统门没关紧吗？这个车吗？嗯，1000多万呢。为什么这个车？哦 ，OK， 兄弟们啊，潮牌手表免费抽奖，大家可以加一下微信，叫做252111 5，兄弟们啊，买不买都没关系，加爆就完事啊，252111 5啊。啊，海龙好了吗？我上去问了一下那边吃饭。有点难，没被我喝酒去了，怎么了？有点难受，跑了一会儿有点难受。欢迎表总。上车了。嗯，你拿出来呗。开车去吗？我不喝了吧，要不给这保安大哥喝吧。那不行。啊？拿给我，我不喝了。我不想喝了，你拿着拿给我一杯。我想呀。嗯。那我不要，送你一杯，送你一杯。哎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。客气啥？这好。下次让我停个车就完事了啊。啊。要来骂了。不会，我要来这里吃饭的。我刚才说过了，我说过他都不用预定的。他说二楼不需要预定，包厢可能要预定，也没有什么啊。啊，拿着喝啊。现在多少钱？300万差不多。300万不够吧？不够啊。嗯。是不是叫迈凯伦啊？啊，迈凯伦。是的。车配人，人配车，你看。好，哎，像车美女。帅哥配美女，美女配好车。那我这我妈，长得比较年轻。年轻吗？这我妈，我妈整过容了，主要是。这样就有点伤她自尊了。啊？你这样有点伤她自尊了。真我妈呀，真的是我妈呀，她，啊、真的是我妈，我妈 啊, 真我妈，真我儿子，嗯，啊，我妈，她其实才16岁，只是长得比较快一点，真的不开玩笑啊，真我妈，真我妈，真的我妈，不开玩笑啊，不开玩笑啊，我妈呀，那你长得有点着急，她长得年轻，她还年轻啊，化了妆呀，女孩子化了妆你看不出来的，哎，说明你有点着急，没有，化了妆。我妈她化妆了，后妈滚啊！
哎，小别倒出来了，那个是会倒出来的，你拿喝吧，你直接喝吧，没事。啊，客气了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哎呀，也不用说不清，你喝就完事了，我就你就别人给你的呗。哎，哎，这样子，那个我给你改天拿条拿，我给你改天给你送一条中华，你分一下，好吧？好吧。这个不没必要。哎，不，给你拿条中华，你安排。啊，我在这里吃饭的啊，我下次来吃饭的时候，哎呀。我是来吃饭的，我吃饭的时候当朋友，我送你一条中华啊，啊，没事，就这样说定了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送给你的，跟停不停车无所谓。那也紧张跟停不停车无所谓，我就要送给他，我觉得他给我停车，他人特别好，我给他喝杯奶茶，送条中华咋的了？对不对？我在吃完中华咋的了？我还在这里吃饭呢。我下次来吃饭的时候，我再送条中华，这不过分吗？这是什么走后门啊？对不对？我们这叫人情世故。你给我擦点口红行吗？嘴巴都干了。我有那个润唇膏给他。嗯，给我擦一下。对，叫王源给我带条中华来，叫搞好关系。没看那大哥都说那他给我停了个车，他都挨骂了嘛，都可能扣工资。那我觉得对不起了，我给他送条中华，不过分吧？我下次来吃饭的时候，你倒是给呀！行，妈的，靠！有香烟卖吗？有烟卖吗？好了，不就一条中华嘛，对不对？哪有全家呀？哦哦，全家。那叫安保，不叫保安。安保，安保叔叔。哎。有烟吗？有的，这儿。给我来一条中华。一条是吗？啊，有吗？软的还是硬的？我帮你调了。就那个硬的吧，硬的就行。对，不需要软的。给我拿两条硬的，两条硬中华。好，两条。拿两条。拿一条软的，我还不如拿两条硬的呢，多有排面。对不对？拿一条软的，还不如拿两条硬的呢。以后硬气气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了。我要当保安，不是这挺好的，我没发工资啊。我两条，到底有没有？我要两条。硬的，拿两条。啊，没有的话，一条中华，一条绿裙。我问一下，那上面还能吃饭吗？我想去吃个饭，怎么办？可以吃饭吗？有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我怕他不要。两条中华啊。对，就这玩意儿。480。两条。一条。再拿，再整一条，哎。还有吗？再整一条，哎，来，对对对，乘以二，那就是960，对吧？没上头。
叫啥？买包烟咋的了？别说了，找你两九百六啊，九百六，来少了。啥事啊？啥事？做主播吗？啊？你感觉呢？我还能找我啥事呀？还好花呗有钱，不然就凉了。啊！我赏你，我赏你，我赏你，我赏你。好 ，OK， 加你了啊。刚从宁波过来的。宁波过来的，牌子也不卡一个。啊。牌子也不卡一个。我那个奥七级牌的。七级牌的吗？对。申一申。微信聊有事情啊，拜拜，整一条。要什么袋子呀？现在还有吃饭吃吗？现在还有饭吃吗？现在我不知道。啊，几点关门啊？你们？这个我还搞不清。那送你两条烟。不要。哎，送你，拿着抽嘛。不能。哎呦，拿着抽，我送你的。跟我要去吃饭了，我送你两条烟。不要。哎，拿着，我送给你，拿着，真送你，这只是送你的，跟，我跟你讲啊，跟停不停车无所谓啊，只是送你。我下次来吃饭的，你该给我停给我停，不该我停就不给我停，没关系的，好吧？那你弄那个吧。啊，你带回来留。不用，我不抽烟，我妈也不抽烟。那拿着，真的，你分给你那些好兄弟，我还值班的。OK。啊，别客气。我去吃个饭可以吧？不用谢，我吃个饭。妈下来吃个饭。好的。真矫情。你给我送个充电宝拿一下，大充电宝。哦，不是。啊，我来自己来吧。后妈，是得后妈。他们说你是我后妈。烟给他了呀。给了两条。给他两条，真拿了。